大家好，我是武秋风，我今天要为大家带来这一款游戏《Let's 进步之路》。上一次呢，我们过了剧情一，今天来挑战剧情二，让200位富人拥有4级的别墅，积蓄15000。当水位上涨之时，开始游玩。你来啦，亲爱的，我恐怕已经没时间跟你寒暄了。我想要托付这项任务给别人，但最近的灾难使我找上你，在溺水中拯救这个城市。找我就对啦，找别人干嘛？没有其他人选了，开始吧。溺水中，所以这边会有淹水。这个不是蒸汽吗？地热喷蒸汽，看起来不太有像有溺水的样子。我要先在入口在这里，看一下我的食物来源。食物来源有这个是什么渔场，还有这个是可以种小麦和大麦，不能开辟牧场哇，游侠小屋也不行，酿酒坊不行，这个只能用传统的酿酒，修道院酿酒坊。那个酿酒有两种方式，一个是游侠小屋酿酒，另外一个就是传统的大麦酿酒。他们两个的收集的来源不太一样，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先从入口处开辟一条道路。所以这一集我们主要的经济来源应该是要种食物来源应该是要种这个鱼，吃鱼肉，这里都不能吃鱼哦。这里要到这里这么远哦。这么远才能吃鱼，哇！先开三个，可以把道路拉好。想到这么远才能吃鱼，然后盖一个维修站。算了，没有放好。然后盖一个这个是农粮仓。我猜要讲什么农仓。然后盖住宅区得供人们住。这一次我知道他们需要比较良好的环境，所以我要就要留给他们良好的环境，先预留。有人来了，然后挖一个水井给他们，水井就盖在水旁边。水井盖在水旁边再适合不过了。其实水井打捞的是地下水，那河旁边打捞的是河水，这两个是不一样的系统。好了算了，没有人会计较这么多的啦。这样子应该就有鱼肉了吧。不过这一点住户好像不太够，我多开辟一点好了。开辟了这么多，千万不要忘了要盖一个商店给你们，不然你们根本就买不了食物，多可怜啊。来啦来来来，就这样子，这样应该 OK 了。我觉得每一次我都很想提早盖一下这个东西，那个户政事务所，就叫政府好了，市政中心。因为不盖这个，我根本就无法了解我现在的失业情况啊，对不对？那这里完全没有跟我讲说目前你的失业情况。好，我就盖在这里。盖下去，周围环境变好漂亮。市政中心可以美化市容。目前我还需要23个工人，哇，好多哦，23个上哪找啊？势必要再开辟一下了。我以为我已经盖很密集了。哦，对了，盖了这么多房子，都忘了盖这个维修站。这里很需要的，以免这边房子就这样塌了，很需要。而且我很需要钱，他要叫我赚15000，所以跟你们收税是很必要的，那个记得缴税啊，国库需要钱，记得缴税。鱼肉已经开始贩卖了，
哇，好快哦！那这样子，你不赶快去买食物啊？很快就房屋就要升级哦，静待你们升级。那个，这次也来规划一下，用这个好了，围篱在这边盖。我故意设计成这样，就是要盖起来这样很漂亮。自己说有没有？就是要故意设计的盖起来这样子，舒舒服服，让你这个城市街道街景变漂亮。哟，房子升到三级了，要与洗衣房相连。我目前的失业率，我把这一个鱼坊先停掉了，不然没有办法供应这么多人。那现在应该失业率 5%， 有多余的员工了。我来盖一个洗衣坊在这里，洗衣坊，好，就盖在这。这一次我决定城市组建物就用这个围篱，这个很像矮木丛和这个水池喷水池来建造这个城市，因为他说这个城市在淹水嘛，那何不利用淹水这个特色，把这边弄成水之都，听起来好漂亮，我自己讲出来自己都吓一跳。哇，好快哦！城市已经需要酒嘞，才可以在房子升上去。需要有酒，有酒很麻烦呢。有酒要种田，沃土在这下面。哇，我要先连马路过来，这里势必就要盖桥梁哎。这里可以盖桥梁吗？这里不能盖，这里可以盖吗？我需要一个桥梁，要连接到沃土。皇帝魏远卿要求你在360天之内进贡2000的鲜鱼欸。我现在有鲜鱼吗？把这个开辟一下。我现在有足够的鲜鱼才能进贡2000单位。我现在应该有够人吧，多盖一点鱼坊。为了要足够进贡，哇，远卿了不起哦，要吃鱼自己抓、啊。好啦，人家是皇帝耶。我把这里的马路都盖得差不多了，要先阻止他们过来，所以先在这边设一个路障。那因为要喝酒嘛，对不对？我的城市需要酒。哎、欸，闹鬼了！哇，这么快就闹鬼了，闹鬼速度比你想象中的更快。盖一下好了，除灵屋。喂，盖下去之后，这里变得没有这么舒适了。哇，要求这么大哦。那再盖一个这个，哎，这样就可以了。水乡泽国，那把这里弄掉之后，这里可以再盖一些其他的设施。至于是什么，现在还没想到。我要在这边开辟一下农田。种一下大麦，种大麦就可以酿酒。农田不会损坏，所以我不需要担心它会损坏。我要在这边盖一个粮仓，然后盖一个修道院，这样就可以来酿酒。修道院盖在这里，然后盖完修道院还要盖一个这个，对，千万不要忘记。会崩塌，这两个设施会崩塌，所以一定要盖这个。哎，说完崩塌，马上就崩塌了，不要崩得这么快，好不好？让我很难措手不及啊！我除了这两个之外，我还要盖一个这个仓库，因为我现在开始酿酒了之后，酒不是放在粮仓嘛，它应该是放在仓库里。所以要这样盖这些设施，这样应该差不多了。可是哇，这样大量缺工哎，我要找人来住了。进贡2000鲜鱼，剩下30天哎，我可以支付哎，吃鱼王子，哇，吃，等你吃，我有吃鱼王子，我有啦，等你吃啊，想吃吗？等你吃。
皇帝接受你的诚意，进贡已被接纳。皇帝接受我的进贡，还这么拽哦？不愧是皇帝耶，皇帝就是拽，拽个258万。目前失业率1%、2%，哎呦，控制得很好哦。那我现在也开始正在酿酒，之后这里应该可以升到5级房子吧？需要更多的酒，5级房子没问题。可是这里升的再多级，好像都跟我没有什么关系耶。200个居民入住4级别墅，哎，所以我要开辟一个别墅区。这样他们才会来入住啊！别墅区要开辟在哪里好？好啦，就在这里好了啦，旁边嘛，接近市中心，别墅区盖一栋，哇，别墅就是要距离远一点，是不是？这样才有别墅的感觉，让你们住在这里。皇帝的另一个远亲又来要鱼了，哎，吃鱼刚才是王子，现在是大王了，要3000的鱼，哎，我现在没这么多鱼啊，你们每天跟我要鱼，你当我是怎样鱼贩哦？没这么多啦，我看一下，12345678910，九不好听，盖10栋好了，盖10栋在这里，10个别墅，就盖在这一块。盖这么多别墅，一定要处理一下啊，不然你们倒塌了，我受不了哦。而且还要阻隔你们，那个一般市民、一般工人，他这个别墅区的皇宫贵族们还是有差别啦。别墅区和工人房，哎，5级房子啊，与剧院相连。哇，现在已经开始要盖剧院了，我要求越还蛮快的。哇，这里盖不了剧院，盖这个角落好了。这里盖一栋，那这里也盖一栋，盖2栋应该够了吧？我看一下这些中产阶级住宅需要什么。对环境要求，这里环境太差嘛，需要更多食物。这座房子需要咖啡厅。要食物，要咖啡厅，先满足你们这些需求好了。咖啡厅一座，盖在市中心，盖在哪里好？盖在这里好了，市中心好，盖一座在这。要盖一个商店，商业中心，那我把商业中心盖在这里，好，这样应该 OK 了吧？有商业中心，有咖啡厅。接下来就是要处理这里的环境了，这里美化绿化做的差不多了，看一下这里哦，需要食物，需要咖啡厅服务啊，咖啡厅需要自动机械，哦，要自动机械，所以我现在要去生产自动机械，哎，4000的鲜鱼，哇，皇帝真的喜欢吃鱼，吃鱼大帝。肯定不会是他最后一次狮子大开口。等一下啦，我哪有这么多鱼给你们吃啦？我现在只有多少？2100而已。没有没有啦，吃鱼大帝，等等啊，铜器，这里有可以酿铜器，有欸，铜矿脉，这个是什么矿脉？铁矿脉。我还要做一下智慧那个欸，自动机械。哇，好多事要处理哦！这高炉自动机械工厂，我先开采一下好了，先开采铜矿。这里可以开采铜矿。哇，开采，不行不行，放吗？哦，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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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边已经在生产铜了，所以我要在这边也盖一个这个仓库。这边就可以生产出铜
不行，我还没有酿铜的珠宝，不是这个，这个铜器工厂。哎哎，这里都放不下。好了好了，这里有，这里可以。哦，可以两个铜器工厂，两个，这样就可以。哎，不行，要有蒸汽。蒸汽是这个选项。要生产蒸汽才可以了。抽取机。哎，有了抽取机，然后把它到这里，蒸汽压缩。这里只有这里放得下、哦、好了，然后用管子连接，管子连接，哎，都连接好。我也怕这里的设施会倒塌，哎，所以也盖一个维修站，到处都要有维修站，生怕他们会倒哦。那个，他说要更多工人，要更多房子。哦哦，因为我开辟了很多工业化设施，所以工人不够了。哇，原来如此，好好好好好。哇，大量缺工，大量缺工了，50了，70了，完了，死定了。都是因为我要生产这个的关系。蒸汽现在大量缺工了啦，赶快开辟一下哦，不然这个整个城市无法负荷了。吃鱼大王只剩30天了，要进贡4000的鱼，抱歉没有。要不是我的这个垮了，哇、哦，这里还有一间鱼贩垮了，要不是我这些东西垮了，我就可以向你进贡了，可是现在没有了，因为垮了。皇帝堂兄极为不满啊！不满我能怎样？咬我啊！不满能怎样啦？我现在只需要10个工人，哦，缺工情况获得好转。哎，发明了一个新技术，哎，蒸汽马！哇，市民感到满足了。我现在不要管他们，我现在还要做这个。做出挖铁矿的，挖铁矿，开采铁矿，这里可以开采铁矿，这里好像也可以。哇，两个开采铁矿之后，我需要一个高炉，把这些铁矿都酿造成这个钢铁，这样应该 OK 了吧？应该。哇，又在缺工了，这里什么时候才会升起来啊？更多食物，得你盖一个商店好了。我酿出钢了，可是我好像还没有盖这个，对不对？机械人工厂盖在这附近，不要好了，盖在这里好了啦。这里，哎，等一下。我好像发现它旁边有管子，哎，大家有没有看到？我盖下去就大家就知道了，何必大家看有没有看到？盖下去大家就看得到了。你看它这里有旁边有两个管子，哎，是不是要接起来？哎，帮你把管子接起来。哎，接好来。哎呦，开始运作了耶！哇！完美运作，我现在已经失业率太高，人民开始抱怨嘞，19%的失业率，那我要降低你们失业率啊。那个政府要做的就是降低你们失业率，看一下这个富贵人家还有什么需求好不好？需要更多的食物，更多食物，机械智慧机械已经有7个嘞。慢慢在运作了，这样还需要更多食物吗？难不成我要开始种小麦，然后让小麦开始收成？有小麦，种小麦咯，然后帮你磨粉，好不好？面包坊，这样子，这样可以吗？等一下殖民蓝岛。进入你城市的移民数量会减少。哦哦，好。哦，皇帝真的很随便的。
这里是不是要收个税啦？这个穷人在收税，富人有在收税吗？你们棋子要收，还要疯狂收，三番两头就去你家收税，盖了两栋有没有？三番两头来跟你们家收税，我们很穷啊，原谅一下，我不是很爱跟大家收税的，好不好？那个我也是逼不得已啊。我看一下那个收税员的这个税务员，和你丈母娘相比，他更讨人讨人厌，更讨人厌。和你丈母娘，丈母娘是有多讨人厌啊？讲的丈母娘好坏哦。我要先盖一个这个啦，那个跟国外贸易，我可以把我多余的国内多余的东西卖到国外去。我最多是什么？蒸汽耶，哎，我最多的竟然是蒸汽耶，真的假的？哎，真的耶，我最多的竟然是蒸汽哦。那个什么可以通往这里的商路了哦。好，我先来看，有人需要蒸汽吗？没有耶。出售黄金，这个购买土豆，你还有购买什么？购买鱼，购买铜。哎呦，好像可以跟你签一下合约哦。好，跟你签，跟你签合约。进口肉品或是出口铜器。进口肉品，哇，我这里完全没有铜啊，完全没有剩下，鱼肉也没有很多哎、欸。我现在失业率多少？所以我还可以再开辟一点渔场，把那个鱼肉出口。我现在可以出口400的鱼肉，然后进口肉品。好，这样子好，就这样。这样应该这个国家应该吃得消吧？我多开辟这么多鱼，应该可以多出口一点，对不对？二级了。庄园欸，一般别墅，二级了欸。环境对居民来说不够好，居民需要商业中心提供服饰服务，要服饰了欸。我的天哪，欸，服饰很麻烦欸。先抱怨一下，服饰很麻烦，服饰要很麻烦，对，很麻烦。我先在这边开辟一条桥好了，让这里可以直接货物可以直接运过去。要开辟那个，如果要种出服饰的话，就要先种大麦，种完大麦还要有那个纺织厂，养蚕的纺织厂一个。然后再开始织布，哇，我这样就可以产出布料了。我之后应该可以提供给他们吧？你们环境不够好，你们认真的哦。看来要再改善一下环境了。服饰有没有在生产啊？哎，服饰开始生产了。人配衣装马配鞍，狗配铃铛跑得欢。哇，还写诗嘞？什么打油诗啊？我的天哪！哦，在我不知不觉的时候，他们已经升到三级了。环境对于居民来说不够好，居民的房子需要更多的食物。这个房子需要洗浴中心。洗浴中心是什么？这个、哦？洗浴中心？哎，已经要这种东西了。而且他们说环境还不够好欸，你们是要环境要多好啦？我现在到处都喷水池外漏哦，你看满满的喷水池，喷水池现在正在外漏。不要再跟我说环境不好咯。没有吧，没有抱怨哦，更多的食物而已，没有抱怨的。好，很好，我有进口肉品啊。他们还没提供吗？他们为什么没有提供你肉品？来看一下为什么提供肉品哦，还没有进口。哎，这样不对哦。失业率太高，人民开始抱怨了，因为我的房子升得太高级了。
房子已经升到十级了，没有比这个更适宜居住的地方了。那开辟一下，开辟什么？你们要干嘛？对啊，你们想干嘛？跟我讲啊。卖一点东西好了啦。出口铜资源，这个好难出口哦。还是来酿酒好了，酿酒出口酒产品购买。好，我跟你签订合约，商路已开通。我现在来疯狂酿酒。你的存款即将耗尽，947块。1600了。怎么了？忽然变又增加了一点。哇哇，升上去了，四级了。哇，12345678，八栋，所以我差两栋的居民。你们不要不升啊，赶快都升上去。对，没错，都升上去。200位了，目前有200位居民入住，存款到达10000块了，差5000，就差5000了，你获胜了。